安徽人民的热情，我一直把安徽啊当做我的娘家，所以今天带着北京德云社，我们这是回家探亲来了。再一次感谢飓风行动，感谢安徽电视台，感谢安徽的父老乡亲们，谢谢大家。说得太好了。于谦老师，有请。哦，大家好，各位。于老师，郭老师，不敢。今天我们在安徽剧院这个大场子就交给两位了，反正两位大世面见的也多，就不害怕了哈。过奖过奖。这个衣服也是好像新定做的哈。这是专门为这次才做了一年多啊。来，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两位给我们带来第一段《我要上春晚》，有请。中国相声界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于谦，向我们的衣食父母们致敬。您好。来到这儿演出，心里既高兴又紧张。怎么呢？高兴的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跟您近距离的接触，哎，见个面。紧张是啊，这种演出不好演，有难度吗？相声是北方的曲种，是来到南方，您能不能接受？这一个是个新课题。哦，有人认识我们，有人不认识我们。您介绍啊，我叫郭德纲。对，这个演员需要着重的介绍一下。您太客气了。于谦。哎，我叫于谦。好，您过奖了。说相声委屈你啊。你跟我不一样。您呢？我这是误打误撞。哦，我打小也不愿意说相声。哦，也是误打误撞。我很想当一个歌唱家。哦，搞声乐去。我最喜欢那个是吧、穿一大白褂子，系个大腰硬子。哎，啥叫腰硬子？就那个燕尾服啊。哎，那就是叫燕尾服。后边开一叉。哎，那啊，燕尾吗？拿一大手巾跟这一唱。啊，多帅。哦，这好，我就喜欢这声乐好。对，我跟家练练吗？啊，咪咪就练这个。哦，这发声方法。后来音乐学院招生。嗯，我去了。真的排队排的那多呀，报名的人等着吧。啊，哎，旁边那门出来人了。哦，这边也能排队啊，这边也行。哦，俩门。那么这边吧。嗯啊，仨人。哦，我头一个是进去了。嗯，教授跟那坐着呢。啊，大光头，也穿一中式褂子。教授啊，来啊。嗯，他抽着烟。把烟掐了。嗯，来练练发声。发声把乐器抄起来。嗯，挂的令挂令挂令令挂的令挂令挂令令挂的令挂令挂令令当快板令挂的令挂令当嘴咪咪咪。好，要你了。好，什么就要了？就这就要合着拍子了吗？这个我出来一看呢，啊，曲艺团招生。好嘛，这么进去的。我说我不学这玩意儿。啊，团长说门也没有啊。啊，你来了就算下不去了，知道吗？不让走。你要走赔损失啊。什么损失？要不然明天上你们家被你们家玻璃都砸了。嚯，什么教授，你是不知道搞曲艺人的厉害啊。留下吧，留下吧。啊，干这个了。团长挺高兴。嗯，给局里打电话。是，报告局长。嗯，咱们今年招生招得不错。是啊，啊，比去年同一时期翻了一倍啊。去年没招上人来呀，都没人去啊，把我留下了。嚯，其实我不适合干这行。是吗？我这个人比较内向。您呐？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我不愿意宣传自己。有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啊。嗯，我人低调。是吗？台上还愿意说两句。嗯，一下台不爱说话。是，哪怕人家骂我，我也不还嘴，不说话。哪怕人家告我，我也不还嘴，是吧？我就是低调啊。您这点话都搁台上也受不了。嗯，低调不爱说话，知道吗？毛病，老实人呢。是啊，老实人呢。嗯啊，学相声学不行。哦，张不开嘴。嗯，好了，后来实习了。嗯，我们实习演出一上台，别人说啊，大伙都爱听。哦，唯独我一上场，所有的观众哇，干嘛全跑出去了。哦，就不爱看您，一个都没剩。哦，跑得真干净。你要说留前两排，你也照顾我。嗯，一个都没有。嚯，我只要一下场，哗，都进来了。啊，那么齐的？哎，我一上来，哗，都出去了。嘿，那快呀！啊，门似的。你这玩意儿
后来团长说你这个别上场了你一上场观众也不爱听啊，就是都走了，干点别的吧。干嘛呀、啊、搬桌子。哦，这叫剪场，有这一行。对对对，人家说相声我给搬桌子啊，搬桌子一出来哗、哦、又走了。搬桌子都不成啊，我喊他们回来我不说啊，我就搬一桌子。对，大伙还说搬桌子也不看你。哎呦，您这人缘太特了，我这忒欺负我了，你知道吗？ 啊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哦、不上不上吧，跟后台那坐着干坐着啊。哎，也别说、嗯、有观众找到后台来，还是有喜欢您的，来一位上后台找团长啊，为什么不让郭德纲上场？你瞧瞧，你马上安排。哎，他再不上场啊，我那冰棍全都化了、等着您上场，观众出去买冰棍去，门口卖冰棍的打抱不平。嗨，只有我上场大伙才出去吃冰棍去啊！你说这事闹的多别扭。是啊，我一赌气我不干了，我转行了，我干什么不吃饭？那倒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哎、不干，我到影视圈去发展。哦，进入影视界了。我拍电视剧。好啊，你看很多说相声都去演电视剧。对对对，我凭什么就不行？哪行也是吃饭养家糊口的。就是就是、不丢人，不丢人，知道吗？哎，去吧。嗯，头一天去了，对，人就问我、嗯、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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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什么？你新来的？嗯，我说我新来的，我叫郭德纲。是啊，我是副导演啊。我问问你，嗯，接吻的戏你愿意演吗？有吗？什么模样这是？哎呀，哎呀，愿意愿意愿意、啊啊，你再想想，也愿意愿意，就告诉他愿意，行啊，把那狗牵过来。对啊，跟狗俩接吻呐，气得我呀啊，这不欺负人吗？是是，干点别的吧，嗯，干点别的。